取得了第一分。阿翔一个扑垒扑上三垒，哎呀，太精彩了！哇，哎呀，这球非常重，三垒手。现在二垒的跑者冲向本垒，滑进本垒 ，safe。希望能够顺利的解决。哎，漂亮，这球棒，哎，哎呦，这球咬得漂亮啊！哇，这球，加油！今天是对韩国，开心的打，尽全力去打，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场，所以大家开心玩就好，不要受伤，我们加油！千万不要在休息室一直骂韩国，是在骂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一生加油就好，好不好？加油喽！今天大家好好的打一场啊！一二三，加油！好赢一平，25号红原少，除了是外野手之外呢，没事也帮忙我在装潢家里啦。还有54号陈文志，87号阿甘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哦，哈哈 ，home run。哦，好远，好远的靠背。现在投手换头，我们也换代打。投手再投，又是一个偏高的手，再次投出。哎，削到了外角的好球带啊！这一球是一个好球。这个投手的节奏相当的明快啊，没有太多的哎，打击出去中间方向，哎，中间方向的一个滚地安打，中外野手接到球，目前小猪站上了一垒。一个漂亮的中间穿越安打，现在打击的是第五棒三垒手罗平。哇，现在场上都已经此起彼落的有罗平的欢呼声了。哎呀，这球被他咬中，三垒手啊，三垒手没有接到哈，穿到了右外野。现在二垒的跑者冲向本垒，滑进本垒 ，safe， 漂亮！哇，这球小猪跑得相当的精彩啊，而且最后一个漂亮的滑垒啊，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超前分啊，目前取得超前分。目前台湾三十大以5-4领先。打慈善棒球赛主要是交流联谊，让大家开心。是，也希望能够推广我们双方的一个旅游哈，希望大家更认识全罗道，更认识屏东。是。哎呀，哇，这一球打得相当的深远。哎呀，可惜了哈，对方的外野手也守得相当的深远哈。现在比赛来到了两人出局。好，我们再度由罗平10号的罗平上场做打击。好，现在轮到打击的是小猪，啊，我们第四棒。哎呦，这球咬得漂亮啊！哇，这球看起来有机会来一个长打了哈。垒上的两个跑者都接续的回来，小猪这球准备跑向三垒，漂亮！这是一支中左外野方向的一支三垒安打。哦，这个投手刚刚已经对他们的外野示意了哈，往后退，往后退哈。强打要来了哈。哎呦，是一个反指标。那今天的谢欣呢？他一开始是穿着韩服的。你说怎么差这么多啊？真的，哎呦，还好有打到哈！哇，哎呦，咬中了，咬中了哦！但是中外野手哎呀，已经掌握住了啊，遭到接杀。这球再次投出，打击出去，哎呀，一垒手接到之后自裁垒包，哎呀，太可惜了哦！我们这场比赛就在这个一垒方向滚地球哦。封杀一垒的情况之下，结束了整个9局的进攻。这场比赛，我想它重点还是我们全罗道跟屏东
的一个交流活动了哈，也是我们台韩明星的一个慈善的一个棒球赛。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胜负哈，是我们推广两边的旅游。好，我们把现场哈交回给我们场内。